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来看十至五。十至五，同学们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包。那么今天的课文呢，是关于用这个包字来编写的字足文。字足文，那么这一个包字，它加上不同的部首，就会组成不同的字。那么它的意思呢，也和它的部首有关。我们来看，这个是三点水，那么这个包加上三点水，那么它是和水有关系，所以呢就等于泡，变成了泡，泡茶的泡。那么加上这个呢，提手旁，提手旁的话就是跟手有关，那么这个提手旁加这个包就变成抱，抱，用手抱啊，抱宝宝。那么加上这个食字旁呢，就变成跟食物有关，饱，饱，吃饱，吃饱的饱。那么如果加上这个部首是足字旁的话，足字旁加这个包，那么是关于脚，那么就等于跑，我们用脚跑。好，同学们，你都理解了吗？那么我们来读今天的课文咯。抱，跑，泡，宝。再来一次，抱，跑，泡，宝。手加包，是抱字，宝宝哭了，妈妈抱。竹夹包是袍子，我和弟弟来赛跑。水夹包是泡子，我给爸爸泡杯茶。石夹包是宝子，奶奶叫我要吃饱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来看今天的课文。手加包是抱字，宝宝哭了，妈妈抱。我们来看，手提手旁加包变成抱字，手加包是抱字，宝宝哭了，妈妈抱。竹夹包是跑字，我和弟弟来赛跑。竹就是脚，加上包字就变成跑，我们是用脚来跑的，所以竹夹包是跑字，我和弟弟来赛跑，就是我和弟弟比赛跑。水加包是泡字，我给爸爸泡杯茶。好，水就是三点水，加包等于泡，那么我们泡东西呢需要用到水，所以水加包是泡字，我给爸爸泡杯茶。十家包是宝字，奶奶叫我要吃饱。十字部加包等于宝，十家包
是宝字。奶奶叫我要吃饱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再把课文读过一遍，一起跟老师读。爆，袍，泡，宝。手加包是报纸，宝宝哭了，妈妈抱。竹加包是跑纸，我和弟弟来赛跑。水加包是泡纸，我给爸爸泡杯茶。十加包是宝字，奶奶叫我要吃饱。好，同学们，来到我们的识字环节，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加。第一声调，部首是立字旁，我们来竖空，横折钩撇竖横折横加。我们来看加的构词，有加快、加入、加油。我们看写画，加五加五等于十。包，第一声调，部首是包字头，我们来竖空，包，手举起来。撇，横折钩，横折横竖弯钩。包，包的构词有书包、面包、包围。我们来看写画，包，爸爸买了一包白米回来，爸爸买了一包白米回来。抱，第四声调，抱，部首是提手旁，我们来竖空，横竖钩提，撇横折钩，横折横竖弯钩，抱，抱，怀抱，拥抱，抱病，抱病就是正在生着病哈。抱，奶奶一见到弟弟，就高兴地把他抱在怀里。同学们一起来，奶奶一见到弟弟，就高兴地把他抱在怀里。宝，第三声调，宝，部首是宝盖儿，我们来竖空，宝，点点横勾横横竖横点，宝，宝宝，宝石，宝物，宝藏也是可以。宝宝，阿姨抱着宝宝在院子里散步。好，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读，阿姨抱着宝宝在院子里散步。竹，第二声调，竹，部首是竹字旁，我们来竖空，竹。同学们手举起来，准备，竖，横折横竖横撇捺竹。我们看竹，竹就是脚的意思。足球，足够，满足。足球，爸爸最爱看的节目是足球比赛。
好，同学们一起来。爸爸最爱看的节目是足球比赛。赛，第四声调，赛。部首诗，宝盖儿。好，这个是比较难，我们来写过两遍。同学们手举起来，点点横勾，横横竖竖，横撇捺竖横折，撇点。再来一次，点点横勾，横横竖竖，横撇捺竖横折，撇点。赛，同学们注意，你看这里横横竖竖，先写一个井字哈，井，然后才把再写一个横。好，我们来看赛，赛，我们有赛车、比赛、赛。我在赛跑中得了第二名。一起来，我在赛跑中得了第二名。号，第四声调，部首是三点水。泡，泡茶，气泡，水泡，水泡就是这个手上面生了一粒里面有水的，这个叫做水泡。泡，宝宝饿了，妈妈冲泡奶粉给他喝。一起来，宝宝饿了，妈妈冲泡奶粉给他喝。给，第三声调，部首诗，搅湿盘。我们来梳空，给。撇折，撇折，提，撇，捺，横，竖，横折，横，给，送给，交给，给，我给奶奶泡杯茶，我给奶奶泡杯茶，杯。第一声调，部首是木字旁。好，我们来梳空，杯，横竖撇点，横撇竖点。小朋友注意这个木的部首，这个是点，不是捺，是点，因为旁边还有一个朋友，所以它是点，那么才有位置给旁边的朋友站哈，所以这里记得是点。杯子，纸杯，茶杯。杯，我倒了一杯果汁给客人喝。同学们一起来，我倒了一杯果汁给客人喝。茶，第二声调，部首诗，草字头。我们来梳空，茶，横竖撇，撇捺，横竖勾，点点，茶。茶叶，喝茶，采茶，茶。爷爷一边喝茶，一边下棋。好，同学们一起来。爷爷一边喝茶，一边下棋。奶，第三声调，部首诗，女字旁。我们来梳空，撇点撇，横，横折折折勾，撇，撇点撇，横，横折折折勾撇。奶奶，牛奶，奶茶，奶妈。奶奶，
奶奶坐在摇椅上休息。同学们一起来，奶奶坐在摇椅上休息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笔顺。包、竹、水、食、奶、叫。包，我们刚才写了，我们再写一次。撇、横、折、钩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、弯、钩。包，同学们记得笔顺一定要写对，笔顺写对了，你的字才会整齐漂亮。竹，竹就是脚的意思哈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再写一次。竖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、横、撇、捺、竹。水，来，水这个字很常写错，我们来看，竖、钩、横、撇、撇、捺、竖、钩、横、撇、撇、捺、水。食，食物的食，我们来写这个食字。好，准备开始。撇、捺、点、横、折、横、横、竖、提、撇、点、食。奶，奶奶，刚才我们已经写过了，这个字写过两次了。那么要记得它是这里横折折折钩声音写，然后才到撇。好，我们来写一次。撇点撇横，横折折折钩，撇奶，奶奶。叫，叫，我们来竖空叫，竖横折横，竖折竖，叫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堂课见，拜拜。